要马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钟敏瑜，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原油价格上涨，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至4.7870水平。雀巢旗下粉泡产品价格将在6月上涨，涨幅最高可达13.2%。残障羽球好手谢丽好昨天在西班牙连夺男单和男双冠军，为我国增添荣誉。时蓝图峰会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并放眼在2030年成为世界前20名的初创企业枢纽。同时，在未来，首相卓德什阿莫有把握投资者对初创业生态系统的25个实体充满信心，旨在提供尖锐的技术企业的真正机会。基于我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治理，国际投资者已经意识到现在就是对我国进行投资的合适时机。The announcements today come on the back of last year's record-breaking approved foreign investments amounting to 188 billion ringgit, originating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The investment types have also reflected movement into the higher value chain activities.As the world shows confidence in what our workforce are capable of. 另外，共有25家投资公司在今天签署意向书，涉及的资产管理规模估值超过10亿美元，约48亿令吉。财富基金国库控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和蓝心创投公司三方将通过东盟投资倡议，在大马和东南亚生态系统中投资高达30亿令吉。国库控股即将推出组合资金，将拨出10亿令吉作为初始资金，同时相关资金将用于投资高增加的创新大马公司，旨在把将吉隆坡打造成全球初创企业战略中心。Last October, in the Malaysia Madani Budget 2024 announcement, I outlined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For Malaysian companies, from Bumiputra entrepreneurs to startups, SMEs, and rising champions.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iming to centralize investment agencies such as MEFCAP under Penjana Capital under Khazana.吉隆坡拥有政治稳定、亲商开放和中立立场的优质条件，眼下是全球投资者前来投资的最佳时期。首相达德斯兰瓦表示，将会把吉隆坡打造成2030年全球首20大初创企业中心之一。至于半导体业，我国对后端的大量控制有利于追求高价值的前端工作，主要是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另外，相关项目将在雪兰莪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和雪州政府的支持下，计划建设东南亚最大的 IC 设计园，并与英国芯片制造商安谋控股公司等全球公司合作，以容纳世界级的主力租户。首相卓德什阿莫宣布成立首相政策顾问委员会，旨在为国家发展和与昌明大马经济相关的经济韧性提供咨询服务。至于被任命的委员会成员，不会从政府获得任何报酬。据了解，成立首相政策顾问委员会是为了取代在今年2月任期届满的财长特别顾问团。此委员会将由财长特别顾问团原任主席丹斯瑞穆哈马哈散领导，成员包括财长特别顾问团前成员达多阿马夫艾德、
姚金龙博士和经济学家 Nook Sangri。 另外，财长特别顾问团是在去年3月31号获首相安瓦授权，展开4个重点领域工作，分别是政府收支、补贴及社会保障、政联公司和国债。期间，该顾问团提出的建议已经获得适当采纳，其中一些仍在实施中。为了解决流连冻阁的水灾问题，首相首席政治秘书达德什·桑素提出数项解决方案以提成首相。他认为相关举措能够确保灾黎获得拨款，以及立即解决所面临的问题。Kita dari masa ke masa kita memang meneliti isu-isu ini supaya dapat kita ambil tindakan secara komprehensif. Sebenarnya kita semua sedia maklum Perdana Menteri daripada awal lagi telah pun menyatakan komitmen kerajaan untuk membangunkan rancangan tempatan banjir RTB. Kan? Dan rancangan tempatan banjir ini memang merupakan penyelesaian yang menyeluruh yang bersifat jangka panjang dan sudah pastilah. Bila perkara ini diumumkan di peringkat awal lagi ketika beliau jadi Perdana Menteri, ianya menunjukkan kecaknaan Perdana Menteri itu untuk menyelesaikan perkara-perkara yang berdepan yang dengan musibah ini. Shamsu 是在马六甲移交首相紧急捐款给水灾灾里后这么指出，而现场共有13户家庭从中受惠，获得500令吉援助金。随着人口增长及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全球水源污染情况日益严重。水利灌溉局总监达多阿曼阿诺尔促进民众时刻保护及珍惜水源，免遭污染。他强调，这项意识对于确保日常生活健康十分重要。阿曼阿诺指出，由于大马河流已遭受多样化污染，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共同保护水源，积极参与保护行动。Supaya masyarakat turut serta dalam menjaga dan melindungi sumber air. Contohnya, jangan membuang sampah dalam sungai, jangan mencemarkan sungai dan juga berhemah dalam penggunaan air setiap hari. 此外，他也邀请民众参与位于古晋举办主题为“以水促和平”的世界水源活动。据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约80%人口生活在水源安全高度危险地区中。水源污染不单影响海洋生物及环境质量，人们健康也将受到影响。尽管中东冲突紧张局势降温，市场避险情绪缓和，但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各国央行实现通胀目标面临挑战，尤其是美国利率，这导致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至4.7870水平。马币对美元汇率开市报4.7832令吉，稍低于上星期五闭市价4.7810令吉。
马币对新元汇率则波动不定，从上星期五的 3.5131 令吉微跌至 3.5136 令吉，最高报 3.5115， 最低报 3.5153。 大马伊斯兰社会义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Mohammad Afzalizam 指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急于放松货币政策，马币可能在短期内保持疲软，而市场正在等待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这是目前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关注的指标。雀巢旗下粉泡产品即将面临价格上涨，预计涨幅最高可达13.2%。同时，受涨价影响的产品包括 Nescafe 和备受欢迎的国民饮料美露，涨价范围在4.5%至13.2%之间。由于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原材料以及成本上涨问题间接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因此该公司在讨论价格方面保持谨慎态度，避免为大马消费者带来影响。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粉泡产品都会受到涨价影响，价格保持不变的产品为一公斤或二公斤以上产品，而小包装产品将会调整价格。此外 ，Make 品牌瓶装番茄酱也将调整价格，475克包装番茄酱售价将上涨8.9%，而325克包装的售价则上涨5%。开放不到一年，位于怡保的逍遥谷从昨天起被霹雳州土地及矿物局和华都雅野县议会下令暂时关闭，直到获得发展准证为止。负责人郑俊杰表示，鉴于逍遥谷附近进行炸山活动，同时道路有许多游客出入，因此基于安全问题，该景点被下令暂时关闭。怡保全新旅游景点逍遥谷近期接获霹雳州土地及矿物局通知，指该谷附近公司投诉有关景点存在风险，因此被勒令暂时关闭。逍遥谷负责人郑俊杰指出，逍遥谷向来与炸石采石公司配合良好，包括进行炸山活动前提前通知有关单位，禁止游客及私人轿车出入有关路段。目前有关单位早前已寻求专业人士，包括具有土质专业背景的土木工程师前来进行安全评估，并致力于采取安全性防范措施。斯美兰一所国中发生罕见事件，校内约50名学生晚上突然出现歇斯底里症状。事发后，校方已将出现症状的学生暂时安置在礼堂及社间住宿中，并将涉及的学生进行康复治疗。为了让事故得到缓解，目前校方允许寄宿学生回家休息一周，并等候通知。据了解，歇斯底里症状也称之为癔症。上周六晚，位于森美兰州的巴都基基国中突然发生学生集体出现歇斯底里症状。人保国会议员桑苏卡尔表示，有关症状相信只在晚间发生，并从周六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该校共有165名寄宿学生，目前约50人出现歇斯底里症状，当中包括年龄介于13岁至17岁之间的19名男生和31名女生。同时，校方已将出现症状的学生暂时安置在礼堂及社间住宿中，并为涉及的学生进行康复治疗。据了解，该校也曾在2019年发生类似事件。昨日，本地网红肖佩儿入禀法庭，起诉遭前生意伙伴骗走的430万令吉。肖佩儿指出，他在2年前将资金交由其公司董事兼合伙人，以处理公司税务问题。其后对方突然失联，让他错愕不已。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的条文，开档调查。据了解，肖佩儿是在代表律师 Mahendran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他指出，自己是在2022年6月将款项交给其公司29岁的董事兼合伙人。由于事发后未能和对方取得联系，因此他在去年10月24号前往槟城东北县警局报案。
肖佩儿向媒体透露，他是通过友人认识该生意伙伴，并被告知对方诚信良好。基于信任，他决定与该伙伴合伙开设公司。马亨传指出，警方目前已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调查此案，并向当事人及银行录取口供及索取资料。马亨传解释，当事人入禀法庭主要是为了通过民事诉讼索取回有关的款项。大马人气女团 Dola 近期在中国综艺表演上有着出演亮眼的唱跳实力，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观众喜爱。然而成员之一 Sasha 却在本月8号无预警宣告退团。23岁的 Sasha 昨天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发出一系列婚照，宣布已成为人妻。Dola 所属的公司也是证实了这一项消息，并指这是他退团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四人组成的大马人气女团 Dola 早前因参与录制中国综艺节目《百分百出品》，展现出过人的实力，赢得国内外观众认可。岂料23岁成员之一的 Sasha 却在本月初宣布退团，让不少粉丝感到讶异。昨天 ，Sasha 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一系列婚照，宣布已成为人妻。Dola 成员及粉丝纷纷在底下留言送上祝福，同时祝贺她未来一切顺利。Dola 所属公司及大马环球音乐随后也证实这项消息，并透露这也是他退团的原因之一。同时，该公司希望外界不要针对成员退团一事做出任何揣测，继续支持有关团体的音乐作品和演艺事业。Adalah seorang penyelam marin. Setiap hari, Bob mendapati semakin banyak plastik dihanyutkan ke dalam laut. Kesannya boleh mengakibatkan jumlah plastik melebihi daripada hidupan laut menjelang 2050 jika tindakan tidak diambil. Dianggarkan 50% plastik yang dihasilkan adalah plastik sekali guna dan 13 juta tan plastik dihanyutkan ke laut. Kerana sayangkan alam sekitar, Bob mengambil inisiatif membersihkan sisa plastik. Kita semua boleh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menjaga alam sekitar. Hindari plastik sekali guna. Untuk maklumat lanjut, sila layari laman sesawang berikut.去年七月，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市值下跌超过40%，损失约4000亿美元。近日，特斯拉宣布全球裁减10%人力。然而，相关裁员计划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市场已经对其未来发展保持谨慎态度。据了解，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面临被挤出的风险，同时与中国企业在欧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地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前专栏作者史密斯指出，市场担心特斯拉未来的收入增长前景不佳，这也让特斯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电动车企业的竞争。相比之下，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如比亚迪等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以澳大利亚市场为例，比奥迪 Auto 3的售价约为3.9万至4.8万美元，而特斯拉 Model 3的售价则在6.2万至7.2万美元之间。继泼水节之后，泰国的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激增。过去一周，泰国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新增1004例，平均每天新增143例，其中3例为死亡病例，死者属于高危人士，包括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孕妇。泰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通猜表示，泼水节期间的聚会和集会导致病例激增，许多患者表现出轻微流感症状，而未意识到自己受到感染为病情散播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泰国主要毒株是 Omicron 变种的 JN.1 变种。通猜指出，虽然感染 JN.1 病毒的患者表现出与普通呼吸道疾病相似的症状，但没有迹象表明它比其他 Omicron 变种引起更严重的病情。感染 JN.1 病株的患者会出现与普通呼吸道疾病相似的症状，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身体疼痛、头疼以及流鼻涕。来关注体坛消息，我国的残障羽球世界冠军谢丽好昨天在西班牙羽球残疾国际赛事第二级别赛事中连夺男单和男双冠军，再次为我国增添荣誉。36岁的谢丽好是在决赛以21-13、21-8击败中国台北的对方方振宇，夺得 SU5 身体残疾男子单打金牌。曾在2020年东京残奥上夺得金牌的他，也在男双决赛中与搭档法雷兹用时29分钟，以21-16、21-19击败印度组合拉吉库马与齐拉格，为大马再添一枚金牌。赛后，谢丽好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们将前往托莱多参加接下来的第一级别锦标赛，而他也希望他和队友能够在下周的比赛尽力为国奋斗。近期，中国广东省因受到连日大暴雨袭击，导致当地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暴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而当地多处的通讯设施也是受到了影响，使广东或将面临百年一遇的大洪灾风险。这一情况也迫使当地政府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并调派各方的资源展开救援，以便确保广东省多达1.27亿人口的安全受到保障。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和主要商业及贸易中心之一的广东省，连续几天出现大暴雨和强风，导致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事件。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连日豪雨在广东省北部山区6个村庄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至少6个人受伤，1些人受困。当局派出80多人救灾，并设法尽快恢复灾区的通讯设施。在中部和北部地区，包括肇庆市、韶关市和清远市，共有45000多人因为灾情被迫疏散，而这三地的1100多所学校也被迫停课。此外，中国气象局预测，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将降下暴雨。好的，以上是这节的新闻内容。我是朱敏瑜，感谢收看。Salam Malaysia Madani， 再会。